寻找好吃的啦！这次来到的是青森，青森的这个红前市，那当地的苹果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。那今天会和什么样的好吃的相遇呢？非常期待。石头剪子布，赢了就给你们也买一个，输了你们就石头剪子布。好了，没有了，独食。没有，超大个，而且原汁原味，感觉就是应该就是只放了点酱油才会有这个颜色，剩下应该什么调料都没放。吃吃逛逛，好像跟主题偏了很远。终于来到这个白神山地了，在进入整个观光的这个景区之前呢，可以先到这个白神山地笔记大圣岛，也就是游客中心。在这里呢，可以是免费入场的，在这里可以获得很多关于白神山地的情报，然后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条路线去逛一逛喽。借阅的图书的地方，找到了好多跟这个世界遗产还有白神山地有关的书籍。绿色，这本有意思。白神雪，简称白雪。
看到了很不得了的场景，所以立马停车，然后冲了下来。没想到这儿风景这么赞，我说的不得了的场景就在前面。我一直一度认为我也是眼花了，那是不是一个巴士在水上飘？然后那辆正在飘的巴士正在朝我们这个方向移动过来，一会儿就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。吃了，下班了，开始吃它。好香啊，好吃，特别的嫩，很好嚼。然后，那饭也很好吃，怎么会那么多奶香味？Thank you.
终点，也就是这个引水源。到了，再来一口山泉水。哇！那今天的晚餐呢，就是还是要吃庆森最有名的，也算比较有名的一个，相对来说很有意思的店吧，就是可以在这儿的钓。钓扇贝，然后两分钟200日元，看你能钓多少。目前为止最高记录是13。好玩的好吃的地方去哦，谢谢大家，我是阿斌。